放眼望去，西瓜田看不到满地耀眼的绿宝石，很多西瓜藤都已经枯萎，地上只留下了一颗又一颗发育不良或是腐烂的西瓜，整片西瓜田几乎都已经报销了，看在农民眼里心在淌血。这是这三十出头天啊，啊都唔捌讲拄着这种经验。讲虽然说干几日工吼，啊伊就怎啊塌心面，啊生起来果啊都唔惊样，细下粒啊，啊细下粒啊就起都袂无钱啊。过年后有一波寒流造成寒害，造成那个母蔓塞分芽的时候已经造成塞住，那变成生长变迟缓。采收期的时候刚好遇上大雨，然后造成整个裂果严重。嘉义县鹿草乡西瓜种植面积多达50-60公顷，今年三月连续下雨，造成西瓜着果率变低。采收期又遇到降雨，更是导致不少西瓜裂果，造成西瓜产量减少30%以上。今年剩下大概将近20公顷左右，那因为今年气候的关系啦，导致部分的这些西瓜的那个产量跟着果不是很理想。今年差不多5000多斤。今年拢2-3千斤呢，去年差不多8块，今年差不多爱才几块。果菜批发市场里，不少消费者直接开着车来选购。不过，今年西瓜产量减少，价格也跟着上涨，消费者荷包又要缩水了。新唐亚太电视罗金星、方雅贤，台湾嘉义采访报道。